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能够来认定我们的神，紧紧跟随他，因为他是何等美好的救主，他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我们的无价之宝，让我们重视主的这样的拯救，以致我们把我们根基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凡事就可以来认定他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阿们。一起来跟着唱，使我们专心来仰赖你，阿们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因为耶稣，我们可以来仰赖他，认定他，让他的话语系在我们的颈项上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成为每一天生活的准则，阿们。好不好，再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再唱多一次，阿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专心仰赖你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颈项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，将你的话语，将你的话语写在颈项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好吧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认定你，专心仰赖你，依靠你，因为你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们愿将你的话吸在我们颈项上，刻在我们心板上，让我们的心再次认定你。好不好？你开口来祷告，来告诉主耶稣：我要再次认定你，我要再次的珍惜你，我要再次的重视你。哦，耶稣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宝贝，你是我们的无价之宝。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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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啊！哦，我们一生都要来认定你，我们一生都要这样的跟随你，再次悦纳我们。哦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一生。好不好？跟我这样祷告，爱我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拯救我，感谢你十字架宝贵的工作，让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让我可以来认定你。无论我现在在什么情况里面，我就是专心仰赖你，我不要依靠我自己的聪明。主啊，我要把我的生命再次献上给你，让你的话语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成为我生命的准则，成为我行事为人的准则。我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世界上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没有错，是你的工作也没有错，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也没有错。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若没有耶稣为我们在2000年前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我们所忙碌的一切，所爱的一切，不过是虚空，虚空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短暂的，都没有永恒的价值。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这个这么有能力有军师的一个的君王，当他在离世的那一天，他要他的兵士把他坟墓挖2个洞，他要把他的手伸出来告诉我们，我空手来到这世界，我也空手离开这世界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生老病死这么简单，这么短暂，或者是这样的绝望，是多么的没有价值。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宝贵的十字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救赎，使我们今世活着是有盼望的，使我们在今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带到永恒的。今天当我们传福音可以带到永恒，今天我们爱人与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可以带到永恒有奖赏，今天我们带领人信耶稣可以让他跟我们一样有一天到永恒的天国去，可以在永远的国度里面仍然住在一处，仍然可以彼此的连结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珍惜这宝贵十字架的工作，而且在以弗所书2:5-6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，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是无价之宝，也就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，就是他脱离，使我们脱离罪恶，有属天的权柄。我们有属天的权柄，我们可以脱离罪恶，我们可以得胜撒旦魔鬼，可以得胜你生命里面所有的罪恶的诱惑和捆绑。阿们。第二个，我们知道这个宝贵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是无价之宝，是因为这十字架工作使我们与神亲近，关系和好了。所以以弗所书2:13-14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都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人可以使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，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世界，他十字架宝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恢复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恢复与创造我们的神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恢复与自己的关系，所以不要再控告自己，要爱与自己。我们可以恢复与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活出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知道，我每个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宝贵的，因为他十字架救赎无价之宝的工作给我们这样的生命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的名字都刻画在你心中。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脸孔神印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
会跌倒沦落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，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当你闭上眼睛想想一下耶稣宝贵十架的工作，已经救赎我们，已经使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使我们全柄得胜撒旦魔鬼，使我们不在罪的打转里面，使我们不在控告定罪里面。哦，再次深深来感谢你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献上，把我们的根基放在耶稣十字架上的工作，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刚强得胜。哈利路亚！好吧，我们再唱多一次我们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面孔生命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乱落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，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谢谢你。
现在万国万民所需要的一切，其实人不是需要只是吃喝或者生活工作，人需要的就是这位救主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人需要罪得到赦免。所以这是我们祈求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高举我们的手，我们祈求主啊，你要使用你的教会，将这福音、这十架救赎的工作，将美好的应许，以神能够恢复关系的应许，要领到、要传扬在万国万民。好，我们举起手来祷告，让福音借着神的教会、神儿女，无论在任何的地方、任何城市、任何乡村，让福音兴旺在万国万民。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。让神的福音传遍在万国万民，借着网际网络，借着人，借着每一个的行动，因为福音要传遍地极，主耶稣你才会再来，你的救恩要临到万国万民。卡拉巴巴巴巴，好吧，开口来祷告，西卡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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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让宝贵十架的大爱临到万国万民，每个种族。他们在乡村、城市、小镇，主啊，你都是要怜悯他们、拯救他们。啊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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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，神的救恩，神宝贵下救恩，主啊，传遍在万国民，传扬在万国民。啊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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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啊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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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神啊，更多人要听见福音。遇见耶稣，主啊，你说在你没有完成的事，许个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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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让你的福音浇灌，主啊，运行，让圣灵工作在全国万民当中，哦，来拯救世上的每个灵魂，福音要传到他们当中，啦啦吧啦吧啦，许个啦吧啦吧啦吧，哦，耶稣啊，谢谢你。无论你在任何国家、任何区域，为这个国家来呼求，神你宝贵十架工作临到我们的国家，临到所有我们国家的十善的百姓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，因为耶稣就是生命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没有他，没有人的生命有盼望。哦，耶稣啊，你就是我们国家的盼望。耶稣啊，你就是我们国家的医治。耶稣啊，你就是我们国家的拯救。你施加的救赎工作，彰显你的拯救大爱在我们的国家。好不好？来祷告，来呼求我们的神。哦，无论在我们的政府百姓当中，主啊，你宝贵施加工作领导，需要啦吧吧吧，所有仇恶的势力，所有恶的权势退去在每个国家，奉耶稣的名，哦呀啦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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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你使到人能够恢复每个关系，恢复与你的关系，恢复与人的关系，哦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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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哦，耶稣啊，你宝贵十架大能充满咱们国家，
医治我们的国家，救赎我们的国家，无论在我们的政治、我们的经济，哦，所有病人当中，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开口来祷告，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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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神哎，哦，让这个疫情快快的退去，因为你宝贵十字架救赎已经打败了撒旦魔鬼，打败了所有疾病的权势。啊，好吧，来祷告，让这个肺炎快快的退去，来祷告。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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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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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哦，耶稣宝贵的十字架工作已经战胜了疾病，战胜了死亡。库里亚拉巴巴西格拉巴，黑卡拉巴拉巴西格拉巴拉巴拉巴拉。哦，医治当然领到我们的国家，主啊，你也救赎领到我们的国家，医治我们的政治，医治我们的经济，医治每一个的关系。哈利路亚，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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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哦，耶稣啊，谢谢你宝贵的工作，领到马来西亚，领到以色列，哦，领到万国万民，领到我们周围的邻舍，新加坡、印尼，领到万国万民，领到中国，领到台湾，领到柬埔寨，领到泰国，领到这个辽国，主啊，领到东欧、西欧的国家。领到美国，领到中东国家，西格拉巴拉巴拉巴拉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名要被传扬在万国万民。乌里亚拉巴巴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。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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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哈利路亚。好吧，这说明为着我们的家人亲人来祷告，我们也提名为着这两个人来祷告。哦，我们可以提名这两个人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也谦卑到你面前，我们宣告我们所提名的这两个人，无论是家人朋友带到你面前，好吧，你开口自己来祷告。主啊，把这个 Alex 和 Jim 交在你手中，奉主耶稣的名。主啊，谢谢你宝贵施下的工作，也向他们写明，他们知道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们知道主啊，他们需要罪的赦免，他们需要恢复与神的关系，生命才有真正的盼望。主啊，求你感动他们，库里亚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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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让你宝贵下救赎领到我们的一个家人朋友，包括其他的家人朋友，所有失散的家人朋友。主啊，我们呼求在你面前拯救他们宝贵的灵魂，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，让今年他们都要来归向你。我们宣告救恩领到他们，我们宣告医治领到他们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宝贵下工作领到，好不好？跟我这样来宣告，亲阿爸天父，我们同心合意宣告你宝贵十字架的工作，领到每个家人，领到每个的朋友，领到我们刚提名的人，领到我们的国家，领到万国万民。耶稣，感谢你，你宝贵十字架的救赎，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，拯救了我们，恢复我们与神美好的关系，使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。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使我们可以时时来亲近你，依靠你，不再依靠我们有限的智慧聪明，使我们可以有胜过撒旦魔鬼得胜的一个权柄，属天的权柄。我们感谢你阿爸天父，感谢你主耶稣，你是叫救赎的工作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无价之宝。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。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愿，你的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
么收？宝贵是家，你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再宣告多一次，宝贵是家，你大能赐我生命。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，宝贵是家，你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宝贵十架的工作是无价之宝，阿们。所以今天记得最宝贵的就是主耶稣无价之宝十架的工作，阿们。所以你要紧紧的跟随耶稣，不管顺境逆境，永远在这样的根基里面，就能够不断的前进，不断的得胜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宣告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自己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愿神赐福你。